征服者是要打架的，主播这把不打算打架，我准备选择一个中期发力的符文。所以主播带了轻功，无处可藏。先热身一下，好吧，热身个一两把，我们下把热身个一两把，然后冲寒斧。今晚要打寒斧的。不要妨碍我！啊！啊，五个啊，兄弟！哇，太疯狂了！三分钟中路五个人。呼李谢被盯上了，妈呀，我中路怎么可能五个人呢？三分钟真是可怜，太疯狂了，刚醒第一把就这么的激烈。啊，为什么他身上双 buff 啊？哇！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又是一句阴招。不可藏，你终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不要伤害我。Enemy has been slain.
速战速决吧。 谢赌波鼠送出的超粉，我从不妥协，无处可藏。 不要妨碍我，速战速决吧。嗯，舒服了。 这把有兄弟说主播为什么这把不带征服者打乌鸦，正常是打乌鸦带征服者，但如果他们的打团你觉得啊这个前期的打架打不过，那我们就可以抗压带先攻，先攻这个什么阵容都可以带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，中期发力的符文。主播这把已经选择了不打架了啊，所以我不用带一个对线的符文。 征服者就是对线的符文，我们现在带一个打团的符文，只要我对线不打架就可以了。是。 这就死了。
巨石短臂现在出了没用，巨石短臂现在确实有点没用啊，就跟之前的提亚马特一样。之前的提亚马特的缺点是什么？我们一直也都知道，攻击力太少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的巨石短臂攻击力是一样的。 所以主播说了呀，现在新版本对吧，有的时候第一件直接出提亚马特是合理的啊，因为都是一样的地位、一样的身份了都，同一起跑线，不会吧？哎呦，一塔被抢了。 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 乌鸦有踪影，不要妨碍我。哎呦，这波我已经疯狂按 Q 了，不过他这个闪还是有点压不了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
下波他没中亚，包死的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感觉这把得来个重伤的，怎么感觉全是回血的？这个回的好像也很多啊。没有机会了，他们活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从不妥协。无处可藏。调皮，游走于刀尖之上。这还敢来啊？19分钟，198刀，6-1-2，新攻爽偷488。哦，李歇。这要往下走吗？不用去管辅助，我们要去歇 AD。 他们活不长了。别搞啊！王者之尊，兄弟，我伤很高了，别被我切到。就以我刚才的装备切到我们小炮，应该一刀斩。翻墙接二段，再翻走拉扯不慌。雨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，无解啊！现在去石甲虫找一下那个德莱文，大概率在刷石甲虫。
Hello, AQA W 亵渎。先用 Q 破他的夜的烹饪，波盾的同时还可以打伤害。 他们活不长了，扫掉这个四羽，不然，感谢班图 QA 亵渎，破盾打伤害，干嘛呢？瑞文，攻他，他没闪了，我从不妥协，吃个红吧。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刚开播群嘛，有补粮可以送免费的补粮啊。黄，放下去，不要翻龙坑里，翻龙坑他一个大刀就可以追到。我这个位置，他三个闪都追不到。 拿下！注意进场时机。这把唯一的翻盘点是什么？就是福爷哥杀了人变身，拿我们的好装备去杀我队友。所以我们这把不需要切他们的 AD， 只需要切他们的福爷哥。你会发现，主播已经连续四波团啊，只盯着福爷哥，没办法。OK， 拿下这一把，真潇洒。